这些帽盒一定好开心，很期待脾气很好的帽盒。是谁？我去看看。来了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居然有两个！啊啊！什么声音？我们去看看。开什么？哪里么的大？小熊，你快看看！我分辨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有两个黄金帽盒，我怎么手机里看过你？你一定会变身术，你是不是就是新来的？来了来了，什么情况？两个黄金马孩，是不是你搞的恶作剧？你不信我、一看你就是真的。那么这位是？初次见面，我是演员之心小女孩，名字叫陶乐斯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跟我走吧。那此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那我送送你们，你们去带新马孩参观。我跟你讲，小欧很好相处，小潘只要你不惹他也很好相处，但是黄金马孩就是魔鬼，很凶。你好你好，我叫黄金小马孩，还是我带你参观吧。这是卧室，哇，很漂亮的。这是客厅，不错，蛮大的。沙发、电视、花园、阳台也是我们吃饭的地方，你懂了吗，小熊？不好意思，小桃，没有关系，我不在意。那我们一起玩吧。当然，不带小熊这样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走，你们会。我回来了。回来，看来你们相处得很友好啊。都欺负我。